个爽子有没有爽子？两张野性成长，他图好小，妈呀，瞎了。两张愤怒，啊，愤怒是不是有一张？再来两张形体共荣，两张滋补术，再来还有什么？一张这是什么？不是纳迦哦，纳迦海雾。一张，这是什么？啊，宝器兵怎么这么烂？我觉得这副挺没有梦想的、啊。尊毛骑兵再来什么？两张希望纳斯两张知识古书，两张障碍古书，布奥博士研磨，看的图超小。好，我来先复制一下。六费希望纳斯，两张战争古书，希望纳斯研磨。这是拉格纳罗斯吗？不是，炎魔有一只第九费那一只是什么啊？九费那一只冰豪，再来还有冰豪、海怪伊瑟拉，哦，还有抱抱，少放抱抱，抱抱海怪伊瑟拉，抱抱海怪。怎么还差五张啊？我怎么差这么多？咦？哦，乌鸦塑像有摆啊。一分成长，愤怒形体功能滋补术，炎魔冰豪死翼。咦？我有冰豪吗？好，没有冰豪，我有死翼吗？没有，碎了。克苏加德哦，管理者不是管理者啦。红龙扎兰克，我有闪光。主力你算是少数 PD 没有实况，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帮你 PO 怕底下虚荣。我建议是不要 PO 啦，我已经有点放弃了。我都在那边吵架，可是有我字不是有摆啊。我都在那边吵架，可是我自己其实很少 PO 文了。对，就是我觉得龙火力啦。你们开心就好，各位同学，你们过得开心吗？反正我圈上也是被血洗，那我不如就血洗别人会比较快乐。我没有冰豪，我怎么办？我少五张、两张、三张，嗯？他这张图是完整的吗？我算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哎，他画面有三十张啊，我画面上怎么还少五张啊？我鲍勃是摆了吗？摆了，战争摆了，知识摆了，至尊毛摆了，希望纳斯摆了，烂货摆了，海巫摆了，滋补术摆了，心理功能摆了，成长启动愤启动愤怒，哦 ，Novins Engineer， 这个。好，剩下选三张传说进去，太好了，我们今天就随便选三张传说了，就克苏加德吧。克瓦古斯有救，雷德黑手克瓦古斯，斯尼德太弱，就是你做完这件事情都太弱。奥尼，亚利奥尼亚利奥尼亚利奥尼拉法姆，亚利奥尼。拉法姆，亚利奥尼拉法姆，好，好，完成。那我们开始聊天吧。所以我们可以吃个饼干。二十二开始。啊！
他怎么可能放洗发师？整套洗发师拿来干嘛？这是你自找的。我必须保护大智，不要急嘛。洗发，我上季完全没有打。如果你要沾这件事情，欢迎。哦，我乌鸦缩像找法术，先给个启动，游戏就结束了，游戏开始啦。哦，有人订阅，我来看一下 ，APPIO 2266加 subscribe， thank you very much。哥们。但现在是听了还没有糊，马克苏跟对面是。下一回就可以游戏开始了，下一回就直接这个这样。准备上路！哇靠，他是基本卡套牌，那我在这边秀大招。这个月吗？可以拿这副套牌打吗？可以，那就冲传说。啊，22在跟人家玩这个，你根本就整人而已啊！讲到哪里了？反正就，不是转播那件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就是照表车客我们下班啦，所以就没有要转播啦。所以坚持这件事情变得有点奇怪，就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个样子。还有什么？我看一下上一段啊。那个谁拿冠军才送？对，三包卡包是因为那个啦。应该觉得有点走错场了。我没时间玩游戏。别出个选项三十五出啊，跟我屁事哦。哎呦 ，nice 哦，不错，他还是会赢啊，他还是有希望的啊，对不对？说明他可以凶死我啊，我只是像个傻瓜一样在打这一局而已，我没有在思，我不太有思考。大鬼，我没有，几乎都会不留活口。以后真的没有玩完，说哇，又我，又是我的错。监视暴风城的力量。透过了说，你必须攻击那个有嘲讽的手下。你必须攻击那个有嘲讽的手下。啊！哎，不行啊！他这样打我，我好想哭哦。对不起，我们进20周再开始嘛，你不要急嘛，好不好？他的人生需要一点磨练啊，这只是人生的刚开始啊。
里恩，对上胡尔丹。你的灵魂属于我，我必须保护大自然。哦，不厉害。乌鸦塑像启动，启动心理共融。OK， 还可以自己找到这个，太厉害了！找哪里有？没有查吧？我就跟你说，你被黑一定是幸运的。点开高，对不起。哦，我应该，我知道，我应该找心理共融的，我应该打新的那一张。又是战争苦术，每一局都这样，太奇怪。这是拍好的吧？你不要骗人了。我应该用乌鸦头像拿心理共融，那我在他面前用启动丢右边那张心理共融。可是我手牌摊出来还是会看到啊，他手牌摊出来还是会看到我的手里的大刀是什么、啊。哦，攻击状态。哦，巨人呢、欸？那我还是要控一下血。也是正常啦、啊。我的盾为阿古斯而举。仆从们，侍卫们，抵御黑暗与寒冷的战士们，克尔苏加德的召唤。将军，术士，不要随便去玩那些你不理解的法术。啊，等一下要死在，要死在一个人生的意外上。发现野兽。做着梦，而世界为之颤抖。我想再找一张大招。没有吧？没有赢吧？继续吃了八十三次，赢了，耶、！我会带给你安息。干，少一滴。我可以把它炸了吗？他会有红龙吗？耶、yeah, ，没有赢，碎了。
有什么麻烦吗？再找一张额威肯出来。红龙喷脸全打输了上一手没有赢啊，哎呦，只要有一只活下来就赢了。加是八点，然后来到怎么打到点，差两滴。我没时间玩游戏。拖到前可以推点吗？好、oh, ，nice 哦。八点。你面对的是贾拉克斯，行，燃烧军团的埃雷达尔领主。我怎么好像会输啊？我怎么好像打不死啊？要买还是他要找补血？他比我还害怕。我的盾为阿克斯而起。好，没有补血。哦，还蛮厉害的。还差点活下来。你会怪我，还有 R21打这个哎、欸，你在说我这边我都爱虐人，你会这样讲？他那个也很凶啊。马法里恩对上安杜因，圣光会带来胜利。我必须塑像到底要不要留？其实我不太确定。其实骑手到底要全丢去换掉，还是留塑像？受咗伤啊！希望就在你身上，地球超人。在哪地厅抽四张叫地厅？
他那个这样一直打我也会死掉、欸、说实话。我没有输过。把暗夜术死了，牛屎拿出来了。我跟他打，我觉得他会赢啊，我觉得他不，他应该会赢啊。我想想。近十回心控，如果每回下一只，我还不容易赢他、欸。抽完奖空的手拳开始虐新手破钱了，我才没有虐新手，我现在是个新手，哇，二十一，我是个菜逼吧？我想想，哦哦哦，好强哦，这个。有两个选择。哦，他要抖内，他要三只全部撞掉，真的吗？不会吧，他心火一波我也是会死啊。我下一只没有嘲讽，说不定我也死啊。他 double double 转血，一个盾七 ，double double 二十八，然后两拳，一拳刚好。对。无法正视。啊。六七压乘以二十四乘以二十八，然后转攻，还不用转攻，你可以贴两个盾哎、欸。五六七八九九二十八，然后打一球就死掉了。啊，我不能接这个，除非他会赢呢、啊。嗯，哎、欸，对，我德鲁伊是金卡。哎呦！我没时间玩游戏。我刚刚试回出了心理，我就说你不要害怕嘛，准时心理跟赢还是两回事啊。对面心情，下一场应该是抽炎魔吧。我们只是教大家世界是有多残酷的。哦天哪，我居然在虐新手，好快乐哦！我要考虑一下。啊！给我走！不留活口！大人世界好可怕！哦，他终于抽到死了！天哪、啊，他终于解决问题了。其实可以补这棵树啦，如果刚刚要安全一点的话，补这棵树然后换也是可以。不过，你也知道了，看我打成这个样子，你也知道我应该跟没有解了。加油啊！加油啊，菜皮巴！不要害怕，菜皮巴！不留活口！
心灵，我们张开你的眼睛。敢问独立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传递不平？哦，这个应该，这个。因为这有可能再被星控走，那我就打不过去了。我要等下一只海怪把它喷死。对，这个感觉做错，这个好像把它站起来比较好。噔，哦，没事。看来你热情伸出你的双手了，好的，你的狼，你真哦。为了国王，玩得不错，你打败我了。我刚才差点抖一下，天哪！哦，天哪！好了，我们经过二十了，我们现在可以毁灭别人了。他这个打下来我也，马法里恩对上安杜因，圣光会带来胜利，我必须保护大自然。直接把你们双手举起来，心体共融。好，没错。我看大乱斗都是明天才有，礼拜四凌晨才有。这跟暴雪兵跟屁事哦！边个受咗伤啊？心体共融。哦，野火兵剑环吗？他打剑环是不是打得比我快？我现在到四回还没有料哦。想看，如果我启动做这个，我会获得两点法力克的随机，那我下一回是六回，然后我可以开始下这个。如果启动下这个，我可以五回做二七回。我想想，我没有输过。差不多就哎呦，剑环果然是剑环。游戏开始了。聊天室的人这么凶啊！哇，双灯！不一定啊，直接用日才开。我是因为咬一下这个，可是咬一下这个他补刀他会抽牌，所以还是咬脸比较好。应该还是咬脸比较好。哦，死你死亡领主哎！哇，干加工死亡领主哎！那你还是不对啊，你这样打还是很凶啊，你这样打看起来都爆炸，我跟你讲。可以留着这张牌待会打，对不对？完工了。
我可以不要打，我等下一张再打，我等下一张 double key 哦。我看起来快要死掉，我剩十二滴血嘞。而且他有，如果他这张是星火，他就赢嘞。他在两张内抽一张星火就赢了，因为这个可以打八、九、十、十一、十二。哦，没事，还挺住的。三回内他抽一张金火他已经我害怕我害怕你看到几支金头啊你看到几支金头啊妈呀没事，顶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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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你还会动个灯啦？你打败我了。顶住了，顶住了，我刚有点抖一下。他如果全灌我，说不定会死掉。他有血量啊，他可以拿血量扛个一回合啊。嗯。哦，我靠！不会是自己人吧？我必须保护大自然。对，大自然很重要。不要是，千万不要是自己人啊！自己人不打自己人啊！一回后手。乌鸦塑像心理共融启动启动棒般的玩家，直接炸虎哎、欸！天哪！哦，哦直接强迫炸壶快啊这预录了吧你有输图了少你不要骗我你不要害怕嘛
游戏真，果然炉石战记还是要玩这种比较啊，干、哦、这个不应挡一下。雷克萨，狩猎开始了，我必须保护大巨手、欸。哎妈呀，那个又少一个。又死掉了，又死掉了，来，又死掉了，又死掉了。要死掉啊！我知道，我要两抽呢，下两抽，一抽启动，一抽心理功能，这样就可以了。这样我们还顶得起来。又死掉了，怎么办？欸、我们下两抽，一抽启动，一抽心理功能。嗯，各位把你们的力量借给我。哦，你别哦哦，没有关系，这个也可以找到答案。个手还要借你力量，我只是想要玩个心理功能，为什么不行？你为什么要放弃？打得漂亮，我认输。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认识的吗？我不知道。哦哦，又是一个内战。对上马法里恩，我必须保护大自然。对，大自然很重要。抽到启动就最快乐了，不是？可以看我牌组吗？我牌组是超的，我给你一个连结，可是现在聊天室刷的有点大，所以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得到这个连结。欸，我刚那个连结在哪里啊？这个吧。该怎么做呢？干嘛？他做什么？啊！他乌鸦塑像。小可爱。小可爱，别担心，你家要爆炸了。哦，有啊有啊，哦，这有放大版，我是有点恐怖。全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啊靠，这什么烂的？我希望你喜欢我的发明。哎，好一点。我没有输过。哦，还不要去输。但得哦。
加油，真的。要我进攻哪里？小可爱，别担心，星体共荣来了。该怎么做呢？发现哦，他居然找了一个宝石甲虫，太屌！不错，这个人用脑子在玩游戏。当他知道对手在干什么的时候，他那个找。牌组很简单啊，这牌组很老嘞、欸。这一副还不错，这副在抽牌的那个料里面的搭配还不错。不过十亿好像还是要有，十亿没有蛮能打的。对上卡尔洛斯，胜利或死亡，我必须保护大自然。我先把这个换掉。哇，很喜欢。有点强哎、欸！哎呦，我好像有点强哎、欸。我应该留数吗？因为剑骑一定会留，因为他们有用。不是说你没有用啦，我只是对不起啦，我需要一点。我护甲保证何用？没错，第二棵树。战士，你的力量就是你的弱点。哇塞！我们又可以老重现冲锋之势古书了，好想看、啊。游戏开始了，我游戏要结束了。
我必须保护大自然。对，大自然很重要。哎。二回抽不抽那个一张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就是你要变身还是按？哎，你该不会跟我说跑吧？看来是有差别了。我的盾为阿古斯而举。做着梦，还是在无知中死吧！我认输。快啊！哇，这个爬梯远比那个快欸，打什么快攻？打新体德就好了。好像 T 七也没有这个快啊。马法里恩，对上，真的。这是你自找的。我必须保护大自然。这个要不要丢掉啊？哦，要。桌看起来正直跟梁山要结束了、啊、对面没事做，等一下啦，我回一下讯息啦，明天毕竟有事啦、哦、
看要什么东西。六回七回，好就不用加东西了。啊，终于没有心理恐龙了，累啊！他再点一下，他应该就是我了。我没有输过。还要赶快找金相机。喷没有喷到哦，无法窒息，关一个啊，看会不会死。成功了吗？哦，没有梦想。啊，你这样子真的是，你这样那一只要重逢了。我会变五五，当然是五五啊，因为那个加成不算。专心上课。哦，关掉。我很乐意学习。将军，我很乐意学习。九加五多少？十四。我要找一张法术杀人。不错哦，不错哦，爬梯挺快的啊，我觉得爬梯，现我忽然觉得爬梯好快，自然之力也可以啊，那个也可以啊，咆哮也可以，应该90%的法术都可以杀人吧。没有，应该没有到90，二十几章里面，26章里面应该有15章可以炸的。我必须保护大空炸，空炸会不会活不下来？哦，五一。硬币成长是几回啊？硬币成长是，我记得硬币成长比较好，因为多有流水金。完工了。我
补硬币成长。二回，我二回做成长，一样是三回就。厉害！再加硬币成长。我补硬币成长的话，再来这一回我是不是二回？如果我都抽启动就没差。哦，这个有差哎。对，我要找法师。自然化比较好，还是做这样？因为他上回超载，所以这一回可以做实际会更小。直接降血，我想要降血啊！大失败无德。亲爱的，骑兵来了，他一开始可以凶死。哎呀，我刚刚想弟弟。我哎，我有红龙吗？我有白龙。你看下一回就差不多了。这个外面，我可以保护我。至尊宝，至尊宝。我 game 完了。这里再打五，我剩七，还不算手里的超载数量啊！终于输一场了，真是不错。输一场了，啊，累了。哦，以后是用，哦，对对对，这个以后是用这个切换，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就可以看。啊，不行不行不行。一定是我没有一边吃薯片的关系，我应该要保持一边吃薯片，我就可以赢了。吓他要怎么赢？多放一点补血，把红龙摆回来啦，把还用红龙摆。马法里恩，对上真的，这是你自找的。哎呦，我必须保护大自然。我在聊天啊，聊天不能爬梯啊，聊天爬梯错了吗？聊天我都打新体德了，你还要求我什么？是不是？我等一下乌鸦塑像找个，我等一下乌鸦塑像找个新体恐龙给你看。靠机械法哎、欸！哦，
动有什么用啊？启动中，传送门准备完成。备好了。要点这个抽一下。我直接可以跳这个，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直接跳这个就好了。这样做对吗？下两回要干嘛？哦，小的心，弱。感觉还是不会赢啊！启动太快了，启动过这个是什么？我希望你喜欢我的发明。感觉还是要输了。感觉他还是要赢的。我要输了，这个呗。对了，哎，可以了，可以挡。这里成长二加二五六七八九十四十三胜胜二。我认输了。刚做第一套上，哦，这样我速会晚一回合。我做第一套滋补二成长下，我都滋补比较好。哎呀，这个细节，马法里恩对上。利亚德伦，神圣之火会将你烧成灰烬。我必须保护大自然。一定是打开的方式不对，一定是没有我一定是太轻浮的去打这场，打每一场比赛。我们要必须要认真，对，要随时最好的发挥，想着心体共荣，心体共荣。这倒没刷新过，这倒人生就是废物啊！一定是没有吃薯片，我们要把薯片拿着，看看拿着薯片有没有比较大的改变。妈个三张垃圾！成长的话，等一下是三回，我还是可以丢这个，所以我可以启动。快拿着番薯薯片！波顿前开，红色警戒。哎呦，不错哦。看来我还是天选。没有心体共融，没有心体共融，没有
形体共荣，没有形体共荣，没有形体文松的才会死掉。后盾前开，红色警线。我只需要心体共荣，看不会忏悔吧？有了啊！只要手里握着薯片，就有希望看到形体共荣。薯片得，太好了。幸好我有抱着薯片。行行，薯片原来心打心理共荣的重点是需要一张薯，其实要薯片。来这里单挑，去虫！命令马上开始赶车。不错，谈一下。完工了。好像不要解比较好、欸、我有嘲讽，应该不要解。哦，可以喽，你可以全部撞掉，太好了，变共荣。主页加形体一定可以赢，哇！前来报道，我才没有带工厂薯片，我是靠自己的，好吗？下一张最好是日古书吧，日古书是喷枪啊，好像是。哦靠！没有废，天哪！我希望你喜欢我的发明。哦，阿北。仆从们，侍卫们，为了女王，属于黑暗与寒冷的战士们，听从科尔苏加德的召唤。他把我凶死了，他放弃了，他没有解。呜、哦，好凶哦！你干嘛、啊？我希望你喜欢我的发明。哦。前来报道。看，我觉得我一些被打死哎、欸。加六多少？十一、十二，他六点伤害，谁研磨？谁可以直接灌六点伤害啊？神坛，看一下神坛，坦坦没有输过，坦住了。为了女王，如果你确定的话，祈祷。我希望你喜欢我的发明。连法力打六滴血没有受伤，枪打了死我，我不信。哎，你不，你一定作弊。无法窒息，前来报道。你赢了，我认输。不错不错不错，拿着这个还是蛮重要的。没有复活起来不会有嘲讽，所以没有，所以还好。他疑点的缺点就是他起来不会有嘲讽。我还是有点强。
你。为了卡斯莫丹，我必须保护大自然。哇靠，这个问题太棒了、欸。厉害啊！哦，好厉害啊！啊！真的是抱着薯片就可以改变世界。闲着，不然要干嘛？这张牌都要丢掉啊！哇，好强哦！这边啊，下一个是风暴博士、啊。不是，不，哇靠！我居然有一手不能下了，天哪，我怎么烂透了？我难过，我居然不能下。觉得九倍以上是不是要拿掉？我最近有个做法是九倍以上全部都拿掉，因为我不希望他卡住。哎呦！传说鸟的也不能下、啊，你这个你传说鸟九飞，然后这只一飞也不能下。大家不要这么悲观嘛，现在还是没有方向的。太多选择了。没有啊，说不定他顶得住啊，所以他只抽一张。特洛伯祖尔，剑一换彩须，不是啊？你如果你当回，不是插在两费之后，下一手是九点抽，可是你抽一张九点就不能下，所以你慢找。战士，你的力量就是你的弱点。哎呦！终结大殿！哎呦，可以这个，好吧。然后我要讲什么，我忘记了。18嘛，18胜2，没有意义。游戏开始了，帮你闪一个斩杀。怎么玩啊？我不知道啊，狗屁事哦。
想个办法。太多选择了。也许这样。啊，不不不不不。哇，哥，我得快点了。可以叠盾叠到盾猛啊，好像可以耶，盾猛斩杀。好像好可以，他做不到。哇，他活下来了，太厉害了！剩一盾猛。他那格罗玛虚解，只能卖老爸，好可惜。我希望你喜欢我的发明。我们不需要放个十五倍王牌开嘛，对不对？看你这样还有办法解，你也是很厉害。我能挺得住。哇塞！啊，我在打你。哎，不错哦。我没时间玩游戏。感动的故事哦，天哪！好像先做成长比较好。见到你了！他的 ID 是桑德利 ，SUNTORY， 他是侦探游戏第一个外挂。他是侦探游戏到目前为止可以活到自己磕水晶的人，我觉得我非常蛮佩服他。要找斩杀，找斩杀还要处理这个，要么就是自然化一斩杀这样。好，你赢了。哎，我打个新女的，大家都帮对面加油，是什么回事？我也是很辛苦哎、欸。